restorative yoga， 中文叫做復原瑜伽，咁係利用唔同嘅瑜伽道具咧，去承托住個身體，令到個身體有完全放鬆嘅效果噶。咁如果我一個禮拜會練六日嘅話咧，我最少有一日咧會練呢個復原瑜伽，令到個身體咧有一個真正嘅休息，亦都整到整個練習咧有一個養生嘅效果噶。我覺得每一個都市嘅人咧都適合練呢個復原瑜伽噶。